to meet you. Hello, everybody. So nice to meet you. Hello, everybody. So nice to meet you. Hello, everybody. So nice to meet you. 很开心可以见到所有的小朋友，请你们把手伸出来。我们要来做手指摇，我们来做一个蛋糕给十月生日的小朋友，准备好了吗？我有一个好吃的蛋糕，加点奶油，撒点糖，加点面粉，打颗蛋，搅一搅，拌一拌，放进烤箱烤一烤，一二三，叮，烤好啦！赶快把蛋糕吃掉啊！忙忙忙忙忙忙，真好吃！现在我们要做一个很小的蛋糕，很小的蛋糕。我有一个很小的蛋糕，加点奶油，撒点糖，撒点面粉，打颗蛋。搅一搅，拌一拌，放进烤箱烤一烤，一二三，叮，烤好啦，吃掉哦！一口就吃掉这个好小的蛋糕。你准备好要做一个很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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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蛋糕了吗？准备好了吗？我有一个好大的蛋糕，加点奶油，撒点糖。加点面粉，打颗蛋，搅一搅，拌一拌，放进烤箱烤一烤，一二三，叮，烤好啦，吃掉，嗯嗯嗯嗯嗯，蛋糕太大了，吃不完，嗯嗯嗯嗯嗯，太好吃了。那我想问一问今天生日的小朋友，你喜欢什么口味的蛋糕？我想问一问 Elise， 你喜欢什么口味的蛋糕？草莓。草莓口味，好。那我来问一问悠悠。悠悠，你喜欢什么口味的蛋糕？请打开声音。你说。我最喜欢蓝莓的。你最喜欢蓝莓哦，好，有草莓、蓝莓。那我谢谢你，请关掉声音。那我来问一问 Hannah， 你喜欢什么口味的蛋糕？我喜欢草莓和苹果。草莓和苹果，我也喜欢草莓和苹果。好，我们现在有草莓、蓝莓和苹果。好，我再来问一问，谢谢你们。我来问一问 Angela， 你喜欢什么口味的蛋糕？下一个我要问问 Alison， Angela， 你喜欢什么口味的蛋糕？快说，你喜欢什么口味？我喜欢。你喜欢巧克力吗？还是不喜欢？你喜欢草莓吗？你想三叶草？还是香草 ？Vanilla。Vanilla。Vanilla， 你喜欢香草口味？好，谢谢你。那我来问一问 Alison。Alison， 你喜欢什么口味的蛋糕？请打开。有草莓的。草莓口味，哇，大家都喜欢草莓口味。还有没有我没有问到的寿星？应该都问到了。好，那我们要来做一个寿星最喜欢的蛋糕。我们要做一个草莓、蓝莓、香草、苹果，哇，好多东西的蛋糕，准备好了吗？我有一个十月的蛋糕，加点草莓，加点蓝莓，加点香草，加点苹果，搅一搅，拌一拌，放进烤箱烤一烤，一二三，叮，烤好啦！我们有一个十月的蛋糕，我们要吃掉了。嗯嗯嗯嗯嗯，太好吃啦！有草莓、蓝莓，还有香草，还有苹果，特别好。那我们现在要来变成一个蜡烛。小蜡烛亮起来，越来越矮，越来越矮，躺下来，跟大家说晚安。
起床啦，起床啦，特别好。生日的时候我们都会吃蛋糕，还有吹蜡烛许愿，对吗？那我们现在呢，要请我们生日的小朋友来表演。我想要先请 Elise 来表演，还有她的姐姐。他们两个要妹妹，他们要表演钢琴还有小提琴。他今年要七岁了，请开始。你的头上还有生日快乐，生日快乐，第七岁了，生日快乐。对，那我们请妹妹，马上要八岁了，马上要八岁了，请妹妹 Elena， 是 Elena， Elena， 小提琴。Elena 的小提琴拉得很好，谢谢你帮姐姐庆祝生日，谢谢你们的表演，谢谢。我们一起跟他们说生日快乐。好，那接下来呢，我想要请 Hannah 和她的好朋友一起来唱歌。他们要唱的歌是《好宝宝》。今年 Hannah 要五岁了吗？几岁了？五岁了。哪一天生日告诉他们？五岁生日，我的生日十月二号。十月二号，十月二号，那你是已经五岁还是你要六岁？我就是四岁啦，你我原来就四岁。你原来真的现在几岁啊？五岁。现在五岁生日快乐！那请你们开始表演你的好宝宝，请开始。简单的，大点声。白云飘，背起小书包，请刷牙。洗洗澡，我是好宝宝，爱妈妈，爱爸爸，我也快快长高。小飞机，纸飞机，一起做游戏。蜜蜂采采蜜，要不我给你表演吧？世界多美好，爱妈妈，爱爸爸。我也快快长高，小飞机，纸飞机，一起做游戏。嗡嗡嗡嗡嗡，蜜蜂采采蜜，草儿绿，船前到，世界多美好。爱妈妈，爱爸爸，我也快快长高了。那就完了，谢谢。然后给我了。好、啊，哎，你要干嘛去？你不会唱。谢谢 Hannah 的表演，Hannah 表演的特别好，而且我喜欢这个歌词。你一般下棋。哎，爸爸，你要快长大。好，那下一个，我想要请 Allison。Allison 要表演的歌呢是《苹果》。
Allison 要四岁了，他的头上有一个 Happy Birthday Allison， 你可以开始你的表演了。苹果歌，苹果歌是 Apple well, apple well, apple juicy, apple sweet, apple apple I love you, apple juicy, apple sweet。哇，特别好，好好听哦，好好听的苹果歌，谢谢你 ，Allison， 祝你四岁生日快乐。我是 four， 四岁对吧？四岁，好。最后呢，我要请悠悠 Elizabeth 表演。那我来分享一下屏幕，他的表演是影片。C D E F G H I J K L M N O P Q R S T U V W X Y Z。Now you know you will be six next time when you see with me。唱得真好，唱得特别好。我们还有下一个悠悠要带来的是生日快乐歌。真的唱。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一家子。Happy birthday to you！ 哇，so sweet！ Happy birthday to 全部的小朋友，还有谢谢悠悠的表演，谢谢悠悠，祝你生日快乐！拜拜！谢谢，不用拜拜，谢谢。耶耶！请你关掉声音。哦，今天的小朋友，谢谢你们的表演。那现在牛牛老师来讲一个小小的故事，然后等一下你可以想一想，然后告诉我。从前从前有两个好朋友，一只是企鹅，一只是小熊，他们是好朋友。可是呢，小熊常常不知道自己可以做什么，他问企鹅：“企鹅，企鹅，我不会画画，可是大家都好会画画，怎么办呢？”企鹅说：“没关系啊，你不会画画，那你会跑步吗？你跑步很快吗？”熊熊说：“我跑步也跑得很慢，我还是不会跑步。”企鹅说：“我想想，那你会游泳吗？像我一样游泳啊，抓鱼，你会游泳吗？”小熊说：“我也不会游泳，我怕水，我不会游泳。你看，我什么都不会，怎么办呢？”企鹅说：“没问题的，我一定可以帮助你找到你会做的事情。再让我想一想，那你会不会弹琴？”我不会弹琴，弹钢琴太难了，我不会，我只会噔噔噔。那我想一想，我想一想哦。那你会不会唱歌？熊熊说：“我会唱歌耶，我会唱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企鹅，谢谢你，谢谢你，我好喜欢你呀，因为你帮助我找到我会做的事情。我会唱歌，虽然我不会画画，不会跑步，不会游泳，不会弹琴，可是我会唱歌耶，谢谢你，我最喜欢你了，我的好朋友。那小熊想问小朋友，你会做什么事情？有没有什么事情是你觉得你自己很厉害的？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你会做什么事情？我想看看有没有其他小朋友，你可以举手，跟我们分享，你会做什么事情？那我想问一问，今天还没有说过话的小朋友 ，Lina， 我看到 Lina 举手了。Lina， 你会做什么事情呢？哇，你们家有三个人，谁是 Lina？
妈妈是 Lina， 哦，她是 Lina。我没有听到你们的声音，你们有打开声音吗？好像没有声音耶。那你们可以做动作吗？你是 Lina， 你很会画画吗？还是你很会游泳？你会做什么事情？你很会做什么事情？你会跳舞吗？哦，好吧，你们的电脑好像有一点问题，所以我听不太到。但是我很开心看到你们三个。那我再问一问其他小朋友。我看到鹏鹏的手一直举着，然后下一个我会问 Tammy。鹏鹏，请打开声音。你会做什么事呢？我会唱英语和中文的歌。哇，这真的是特别厉害，特别棒。我们在场的小朋友们都特别厉害，大家都会说中文，也会说英文，这真的是一个很棒的优点。谢谢你，鹏鹏。那我来问一问 Tammy。Tammy， 你们会做什么呢？游泳。我会游泳。哇，你会游泳，还有吗？好，谢谢你分享你会游泳。还有没有人想要跟我们说你会做什么？我看到 William 的小手一直在挥，等一等呢。William， 请说。我会数学习和你会打功夫，会数学题。你会数学题？你会功夫？我会两个。哦，你会功夫吗？你会？哦，太酷了！谢谢你，威廉。我也会加加法。哦，你会算加法，特别厉害！太好了，这真的是一个很棒的优点。谢谢你。还有没有其他小朋友想要说？我看一看还有谁举手。Zoe， 请打开声音。你会做什么？我会唱一首中文歌，还有我觉得我做的最好的是跳芭蕾舞。哦，你做的最好的是跳芭蕾舞，哇，这个太厉害了！牛牛姐姐不会跳芭蕾舞，你很厉害。然后还有没有谁想要分享？我看到了小柠檬，小柠檬打开声音。我可以玩跑步、唱歌、跳舞、谢谢你，你会跑步、唱歌、跳舞，哇，你会好多事情啊！那我再请最后两个小朋友，我看到 Angela 举手 ，Angela， 你会做什么？我会用泥土做小动物和人。你会用泥土做小动物和人，你做的特别可爱，特别好，我很喜欢。好，最后一个我要请云云。还有哦，我看到还有，我会弹钢琴。你会弹钢琴，很好，谢谢云。是每天多人那个。还看到。你举手好久，请问你会做什么？我可以唱歌、跳舞，还有画画。你可以唱歌、跳舞，还有画画，太好了，谢谢你，请关掉。还有跑步。还有跑步，哇，你们会好多事情。哇，小熊说，谢谢小朋友，你们每一个人都好有自信。你们都知道自己有什么优点，你们会做什么事情。这个小熊实在太难了，他觉得每个小朋友都要看到自己很棒、很特别的地方。小熊祝你们生日快乐！请问你很会做什么事情？你来说，我可以玩。你可以玩，很棒。每个孩子都喜欢。我还会弹。弹钢琴，弹钢琴特别好。好，谢谢你们，小朋友。因为我们没有那么多时间问完全部的人，然后我很喜欢你说你会玩，因为会玩也是一个优点啊。你能够好好的玩，在玩里面很开心的学习，那是一个很棒很棒的事情。好，那最后呢，我们要来唱生日歌啦。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唱完生日歌以后，我们要来玩每一次我们都会玩的游戏，就是 freeze dance。如果我弹琴的时候，你可以跳舞，你可以动。如果我的音乐停，你就要停，可以吗？准备好了吗？我们要用生日快乐歌跳舞。如果我有弹，有声音，你可以跳舞，跳舞，跳舞。如果没有声音，没有声音，请你停，可以吗？准备好了吗？噔噔噔。很好，全部的小朋友都停了。那我们要仔细听哦。如果我弹得很慢，你要动得很慢；如果我弹得很快，你要动得很快很快很快，可以吗？准备好了吗？准备开始。你就要越来越快，越来越快，越来越快。最后一次，兄弟姐妹或是朋友，然后你们两个一起跳舞，特别的可爱，太好了。好，那我们要再一次跟十月生日的小朋友说生日快乐，生日快乐，十月的小朋友。然后希望你们每天都很开心，还有健康平安的长大。好，那最后呢，我来分享一下我的屏幕。最后呢，如果你们需要到我们的音乐律动群，请扫左上角这个码，左下角这个码，音乐律动群。如果要到 ICIA 的公众号，请扫左上角的码。然后牛牛老师有我的 YouTube， 有很多影片在里面，在右边这个 QR code， 你们可以扫这边。那我们就要跟大家说再见啦。说再见的话，我们也要唱一次中文，一次英文。谢谢。等一等哦，还没有，还没有。小朋友会唱的可以一起唱。再见，再见。再见。再见。朋友，我们再来再见。
喜欢的表情，我们要来咔嚓照相咯，准备好了吗？一二三，开心。好，再一次啊，一二三，开心。好，祝所有的小朋友生日快乐，然后生日快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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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生日快乐，生日快乐，谢谢你们，快乐，谢谢你们，生日快乐，谢谢妞妞老师，生日快乐，生日快乐。